你不是说真的吧？你真喜欢陆晨了？不是，主持人这样啊，我让我来单独跟这小姑娘聊聊。啊，是吧？来，我们两让开一点，你跟她聊吧。你不就想知道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吗？对，怎么认识的？什么关系？给我详细说清楚。我告诉你，我们怎么认识的。我就是3年前那时候她还不认识你呢，我就是到你们超市去买东西，我的钱包呢落在那个停车场了，然后。